在俄勒冈州投票的感觉真是好。我们在全国率先实行了邮寄投票和自动选民登记制度。这个系统是由各个党派共同建立并且大获好评。呼呼，你可以对任何事进行投票，或者可以选择留空几格不填。虽然大家会看到你有没有交回选票，但到底你投给哪个绝对是保密的。那你们打算几时投票啊？定出投票计划的感觉真是好。我要在哈尼院的大滑梯上快速地滑下来。